哦，这球拉到右外方向很深远，右外手直接放弃，董炳轩 go， 收了 home run。这个力道的展现相当的棒哦，整个滑球一带进来就整个出去了，而且挥棒的机制跟时间点呢，并没有硬拉，那整个好球的面跟挥棒的面涵盖本垒板非常的完整。今年赛季的第二轰，他升上一军之后也不过才五场的初赛就扫了两发的全垒打，对，哇，展现出相当强劲的击球 power。 在文化时期就是一个非常爱做重量的，在大四的时候非常勤于做重量训练，所以整个力量是非常够的。刚才这个球一扫出去啊，就知道留不住了。今年球季乡亲啊，看完影片不要忘记给我们按一个喜欢，还没订阅的朋友帮我按一下订阅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漏接每支精彩影片哦。